哎呦，很危险，很危险，很危险！哎，还不是人？怎么很危险？快快快快把它弄走啊！很危险、啊！德比，德比，哎呦！拔它，把它拔出来啊！很危险、啊！他走了，他走了，他走了，他去哪儿了？到后面去了，到后面去了，到后面，他到后面了，到后面了。妈呀，惊悚！喵喵去了，去了驾驶室。好，这我们有两只猫，一只是 Siri， 跟它 say hi， 还有一只是 Dobby， 在后面疯狂的玩，你有看到吗？好，我们准备从 SF 出发，然后走 Highway 1去到最后终点站是 Los Angeles。我们中途会经过Monterey Big Sur， 还有一个小镇，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然后最后到 Los Angeles。So let's start the trip。晕车了，这小子。啊，这小子已经多几个月大了。小弟，你五个月大了，从小锻炼晕，锻炼坐车好不好？以后就不要晕车了。嗯，这是逗比，哎呦喂，这只是逗比，逗比。Mateo， 全是中餐，你看，哈？哦，这不是 San Mateo， 那这是哪里啊 ？Monterey 啊 ，Sorry， Monterey is wonderful。葱发大饼，前菜，辣的肉臊子，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前菜。这俩感觉好好吃，妈呀！没什么味。是来蘸这个臊子的。嗯。小豆，有没有看到海？嗯，这还有只小蜥蜴。好黑呀、啊！咦，怎么？给我看看，长官。妞妞。你的，你它又掉了，猫的性格，这只猫已经不行了，这只猫已经不行了，在我身上躺着睡了，然后那只猫还在那儿探险，是不是探险家科学家？呜、哦，又走了，妈妈，哦，一直叫不舒服，是不是？话痨，话痨不舒服。好，好好睡，好吧，在这好好睡。来见鸟鸟，鸟鸟，好不好看？你怕不怕？它好黑，它黑。它冷吗？冷啊，还冷。一直在抖啊。对。好吧。天气放晴了。
们准备去 aquarium 去有个 parking， 好还贵。房子多美，妈呀，太爽了！我估计这房子要2 million 吧，主要它很大。